一句口诀写好八个基本笔画。点，由轻到重，右下暗，上边尖来，下面圆。横，起笔一顿，右上行，末尾一顿，往回收。竖，起笔一顿，直向下，收笔停顿，挂露珠。撇，起笔顿笔，左下行，收笔稍快，出笔锋。捺，起笔稍轻，右下行，捺脚写平，写出锋。竖钩，起笔顿笔，直下行，末尾一顿，快出钩。提，右下轻按，右上走，尾巴尖尖，快速收。横折，起笔轻按，右上走，转折顿笔，左下行。一句口诀，写好八个基本笔画。长横，用力一顿，轻轻走，末尾一顿，往回收。垂露竖，用力一顿，直下行，轻轻提笔，挂露珠。斜撇，用力一顿，左下行，轻轻提笔，柳叶梢。斜捺，轻轻落笔，斜下去，慢慢用力出捺脚。不管你跟谁学，在哪学，只要是练字，首先要练的就是基本笔画。你的笔画的形态决定了你单字的颜值，你把笔画练好了，你就会觉得后期的偏旁结构都很简单。入门的时候往往是觉得最难的时候，只要你坚持入了门，写好字一点也不难，难的是你在门口敲了一下转头就走了。抖音